老外看台北，天龙人真的存在吗？莫名优越感有吗？网络有找到一个台湾的想象力，然后这个男生台北，然后他写台湾的中文，那下面写什么？高水准的人住的镇。我长得很便宜的，大概50万，开了8年来台北，都自己当老板，被台北人洗脑。台中市的老板怎么可以开这广播的车？后来我买了260万的平子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